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，所以到现在才翻出来。臣一看，里面都是大逆不道之言，立即送来，请皇上处置。这书里对年羹尧极尽奉承之词啊，甚至称年羹尧是宇宙第一伟人。那朕赐死了年羹尧，岂不是杀戮了天下至伟之人吗？还不止如此，里面还有一篇。 历史年号论，居然指皇上雍正这个年号不好。历史上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，大多都没有好下场。更劝年羹尧功臣不可违，指皇上是庸才，妒忌年羹尧的才能，日后必定除掉年羹尧。放肆！皇上息怒啊！这个逆书是谁写的？ 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，此人悖谬狂乱，大逆不道。若让此书流传民间，那朕的千古之名就全毁在这种小人手里了。皇上息怒啊！传旨，将汪景祺枭首示众。 手机悬挂于菜市口，十年不许拿下，警戒世人。汪氏女眷，发配披甲人为奴，男丁流放宁古塔，疏远亲族，凡在官的一律革职。朕断断不能让这种人移都世间。臣遵旨。哎，皇上雷霆之怒。 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呐！汪景祺依附年羹尧，语出谋逆，皇上的确不能容他。只是，汪景祺虽有过失，也罪该万死。可是，要把他的人头悬挂于菜市口示众十年，哎呀，这情景你想想，会让多少百姓心中战栗呀！ 听真兄的意思，是不赞成皇上的处置。恶民兄不敢开玩笑，皇上英明，我怎能不赞同呢？只是，年羹尧已死，皇上还这般严厉地处置他的党羽，总觉得朝中弥漫着惴惴之气呀。哼，这惴惴之气中，不是也有你我弹劾的功劳吗？ 啊，那是当然，弹劾有罪之人，这是言官当尽之责嘛。只是汪氏一家跟着受牵连，的确可惜呀。哎，真兄，嗯，听说棋盘街来了好些好的字画和书籍，不去看看？啊，我正想前去呢。恶民兄可一同前往吗？啊，今天出来的时候，夫人让我早点回去。 哦，哎，真兄，看见好的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一声。哎，一定一定。<笑>晚平娘娘吉祥，惠贵人吉祥，娘娘。 奉皇上口谕，请娘娘老时辰到养心殿一叙。知道了。那近日先下到这吧，明日再接着下。你先进去梳洗，别叫皇上等着了。好。对了，彩月，温太医怎么近日还没来请脉？你快去瞧瞧，看是怎么了。 温大人都是晚膳前来的，没那么早。哦，原来是我记错了时辰。有臣子奏报说，允娥在狱中时时口出怨言，说朕是小人，以妻儿之命要挟于他。成王败寇。
允娥曾是尊贵亲王，一朝沦为阶下囚，难免口出怨言。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呢？皇上这样做也无可厚非，毕竟允娥是乱臣贼子，杀了也不足惜。皇上今日生气，就是为了允娥的怨言吗？嬛嬛，朕更在意的是天下人之口。那就请皇上给允娥之子红轩一个虚爵吧。允娥怨恨皇上以妻儿之命要挟，皇上却偏偏广施恩惠，不使辜负幼子无依，也好使天下非议无有所出。红轩年幼，不过朕就是喜欢他年幼。严默，朕这就下旨，封爵于红轩。皇上，敦肃贵妃委屈的祭礼在宝华殿举行，皇上可要过去？知道了，朕一会儿就过去。这，那臣妾先行告退。今日是华妃委屈，都已经是死了的人了，小主提他做什么呀？自从目睹年世兰的死，不知怎么，我总会觉得心里不安。有时候和皇上好好说着话，忽然他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，不知我是否会有他那样的下场。年氏他输得没有儿子，要是小主能有所出的话，地位一定会稳固的。哪就那么容易，想有就有了。温太医的药我一直吃着，可就是一直没动静。不如我们到民间去开一些偏方，说不定比太医院的更加有效呢。等把你嫁出去了，还看你这样满口胡说吗？我是在给小主出主意，主意出得不好也就罢了，还拿人家取笑。什么取笑？用不了一年半载，你就不在我身边服侍了，难不成你还陪我一辈子？小主，我跟你说真心话，浣碧不想嫁人，只想一辈子陪着小主。这里什么都好，但也什么都不好。小主一个人挨着，实在是太苦了。这可就是胡说了。等你成了老姑娘，那就真嫁不出去了。浣碧姑娘，今日是我上夜，留着姑娘在外面等着你回去睡呢。嗯，梅庄小主已经歇息了，小主那你也快点歇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今日在养心殿，小主何故要为敦亲王之子请爵呢？当日我失宠失子，宫中那么多人，除了静妃梅庄，也只有一个非亲非故的敦亲王福晋来看过我。小主心善，这是在报当日的滴水之恩呢。敦亲王纵使嚣张跋扈，可是他对妻子儿女却是可以舍去性命去维护的。他虽有种种错处，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夫君。
皇上万福金安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姐姐来得太晚了，罚你剥了核桃仁，不许自己吃。外头冷，就用了个手炉，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，回去换了一个，结果就耽搁了。果然手冷冰冰的，快暖一暖再吃东西。谢皇上。对呀，要不然冷冷的吃下去，肠胃就该不舒服了。谢娘娘。对了，皇上，如今宫中妃嫔之位多有空缺，皇上可有意选几位妹妹填一填空缺呀？你且说来听听。按照后宫的遗制，应当有皇贵妃一、贵妃二、四妃、六嫔，其余则无定数。眼下妃位只有端妃、敬妃、齐妃，嫔位只有婉嫔，人数都是不足。贵妃和皇贵妃都不及，妃位倒是可以添一位，你就选个好日子，敬封婉嫔为妃吧。臣妾资历尚浅，这倒不是资历不资历的话，婉嫔德行出众，自然应该封妃。只不过婉嫔入宫不久，且还没有子嗣，若是他日诞下皇子，那时再封妃的话，才是极大的荣耀。无妨，就立为婉妃，二月初二就是好日子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恩典。起来吧。恭喜姐姐大喜啊。急着恭喜婉嫔，怎知你就没有喜呢？也尽安贵人为安嫔吧，你就择个吉日一同敬封，也算是她们姐妹同喜。另外，心常在伺候朕日子也久了，尽心常在为贵人。臣妾多谢皇上，也多谢皇后娘娘，谢谢姐姐，恭喜妹妹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时候还早，朕去看些折子，婉嫔跟着朕伺候笔墨吧。是。皇上起驾。恭谢皇上。